展现好歌声，立委高嘉瑜自救选情，只是扫街扫到一半，郭董坐车从旁经过，高嘉瑜想证明有在跑基层，要推荐这美食给郭台铭吃。肉圆真的很重要，很好吃。等一下如果有遇到，我会跟他讲。两边距离就在几公尺，但没有缘能够相见欢。高嘉瑜面临选情分裂危机，基进党对手吴兴岱在另头败票，两边隔空互杠。绿的只有我一个，另外一个其实是白大于绿，所以这种整合的方式真的是物理上、数学上、统计上是行不通的。只靠少部分的绿，当然是绝对不足以当选。即使我是民进党提名的，我还是愿意接受整合式民调。高嘉瑜要拿回主导权，倒是两人在网军议题不约而同都把炮口对准李彦秀，质疑是方和与欧洛英的大金主。取的过程当中，都会找公安公司团队来协助帮忙。彦秀不过是幼稚园，连幼稚园可能都还没毕业。高嘉瑜恐怕就是所谓的网军侧翼的始祖，从来没有买网军带风向。这个是铁铮铮的事实哦。如果他觉得他花了200多万，加起来这么多百万的价钱都不是大金主的话，那他对钱的价值观跟我是差非常多的啊。难得大小绿这么有默契，不过吴兴岱走基层败票，巧遇蓝营的对手李彦秀。两人擦肩而过，这声招呼有点尴尬。走进市场，互别苗头，都刻意闪开对方，比拼人气。选战倒数不到百日，港湖三输，谁也不让谁。TVBS 新闻刘奕晨、林云轩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